资深律师黄鲁胜将从明年1月14号开始出任我国第九任总检察长，任期3年。63岁的黄鲁胜在下个月19号先受委为副总检察长，明年1月中旬出任总检察长。黄鲁胜拥有30多年的法律职业经验，是法律界一位备受推崇的顶尖律师。副检察长于文正明年1月14号起也升任为副总检察长，现任总检察长维克拉惹明年1月满60岁时卸任。